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倦意抵不被爱的分叉。西瓜靠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无愧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。再模仿我试试看。哭到喉咙沙哑，海底拼命装傻，我故意视而不见，你外套上有他的发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的待在家，静静的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倦意抵不被爱的分叉，长长短一寸一寸在挣扎。举起梁咏琪来到你最近好吗的单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。哇、wow, ，我觉得刚刚重新演唱在台湾出道的第一首主打歌，感觉如何？每一次唱都很有感觉啊，就想到那个时候就是很小啊，离乡别井的感觉，然后来这边发展，人都可以跟很多大明星一起合作，你知道感觉如何？就是受宠若惊啊！你还记得那时候的感觉吗？因为毕竟你现在就是大明星，什么叫做我跟大明星拍摄的感觉？我就是大明星啊！没有，还没有到不是大明星的感觉吗？那个时候真的是都是大明星。在现场真的有看明星的感觉，那时候我还在读理工大学，然后我跟我同学说我要去跟梁朝伟拍戏什么，对，他们都觉得你凭什么。我跟你讲，就跟我们现在可以跟继续访问都会觉得你凭什么。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大明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这个节目之前啊，我们还换了新沙发。有啊。对，我们还去买那个架子，为了放你的唱片。哇。然后我还请我的朋友去写这个，原来风雪可以让我经常让我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对，然后我跟阿超呢，我们还去买新衣服，这是我真心。我们也不是打扮什么华服，我也是特别买一个新衣服来的，很正式。这绝对是前几天才刚买的。而且你知道那时候乐评啊写了一段话去形容你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气泡式矿泉水，所以你的声音很干净，可是又还会有点刺激感。哇！所以你的声音真的就是气泡式矿泉水，这形容很特别。对，很好的形容。我觉得是因为我的音乐监制，比方说李思松老师，他就是很会怎么样把我的声音去磨出来一个很好听的那个角度。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、yeah、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西瓜靠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无愧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肠胃，甜蜜的折磨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靠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无愧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、哎、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呀呀呀呀，我有点胆怯。太好听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你再模仿我试试看，你再模仿我试试看，没有了。会怎样？会怎样？真的很好听。